嗨，早晨啊。嗯，好。系你好，系。就慢慢过嗰边。一个补镬佬嘅功能啦，总之地区里面嘅镬边度穿窿，我就去补。今时今日一提到派饭，边个唔会谂起深水埗明哥？一身 T 恤踢拖街坊装，贯彻住落手落脚为社区嘅贴地标记。呢一个系明哥嘅派饭大本营，一班义工下昼四点到就已经各就各位，等明哥发号施令。2011年，明哥都只是帮其他组织派饭，后来决定自己做，全赖有他。咁到引完个电视，就嘉宾洪金宝来探我，他就了解一下他的节目对我哋有冇帮助，可唔可以继续喺区里面生存？咁就喺我嗰度食完饭，倾咗成个钟头，临走嗰时佢就摆低10,000蚊俾我，叫我帮佢做啲嘢，帮佢派饭俾老人家同冇饭食嘅人。咁就由60個飯開始做，就做到一段時間，增加到80、100、102、105，而家要200個先夠飯。咁我哋開始嗰時都唔夠飯派，我哋都會代訂啲飯票，攞唔到飯嘅都會俾張飯票過嚟我度攞飯就得噶啦。咁但係每次都滿足佢哋嘅需求。就變咗越嚟越多人喺度排隊噶啦，咁我就開始研究點樣先令到真係有需要嘅人，我哋受到個幫助咧，可以幫佢。咁我了解過之後，我就發覺而家所有嘅大型嘅飯堂，政府嘅慈善飯堂，都全部都係星期六、星期日、紅色假期閂門噶。咁就開始用我哋嘅行動去支援啲老人家，星期六、星期日、紅色假期，我哋每個假期日我哋都會送50個飯上樓。就安排俾獨居長者嘅派飯嘅數量越嚟越多，受惠者嘅範疇亦都越嚟越廣泛。與其幫明哥套上平民慈善家呢一個華麗外衣，不如聽下明哥佢自己嘅心聲。其實我就發覺我而家一路所做嘅嘢都係好似包青天嗰首歌咁咯，啊，號召同路人為人類建樂園。共同扶老力，丹心一片，明前春，看尽少年。而家可以号召到好多有心市民嘅力量出嚟，因为而家个社会，我发觉到好多有人有心，好有心嘅，但好多时都会好似咩华东水灾筹款啊，咩筹款啊，啲钱都唔知去晒边度嘅，佢哋话。咁佢但嚟到我呢度。我訂100個飯出去派，就係100個飯出去派，好簡單嘅啫喎。做一個補鑊佬嘅功能啦，總之地區裏面嘅鑊邊度穿窿，我就去補，盡量用我哋嘅行動去填補到佢哋個空缺。上嗰次喺西九龍對面有一個唐樓火燭，咁。啲消防員就封鎖大廈，了解起火原因，啲居民翻唔到上去，就去曬避寒中心嗰度住。區議會聯絡我，可唔可以做啲飯上去？我叫個半個鐘頭之後嚟我嗰度車飯，我即刻做得到。但係半個鐘頭之內，你揾個社福主任出嚟都揾唔到啦，唔好講話做飯啦。所以有時政府做嘅嘢就比較規範，就變咗慢，係啦。所以我要做一種另類嘅社企，就係要。及時咁樣支援到個社區嘅樣。轉咗為社企先啦，咁要做一個樣板出嚟俾政府認同。咁好啦，佢認同咗我啦，我就會伸延第二個區啦。咁邊個區呢？我就由我哋嘅義工同我哋一路活動開嘅義工群組，各個區都有嘅。我哋由佢哋提供意見，真係邊個區最窮呢？我就會優先考慮做嗰度先。咁希望幫佢哋及時解決到問題。咁一路伸延出去咯。除咗帮助长者同穷人，喺明哥嘅社企版图，仲扩展至到聋哑人士同埋更生人士。
咁用我哋而家嘅做開嘅活動去帶動咗佢哋，等佢哋對社會嘅貢獻，培養翻佢哋個愛心出嚟啦。咁聾啞方面就比較就越困難啲噶嘛佢，但係佢識字識睇嘢，但係講唔到嘢聽唔到嘢啫嘛。咁如果你能夠培養到佢哋做每一個崗位，佢哋有一個固定嘅收入、穩定嘅工作咧，佢就好勤力去做嘢嘅。你能夠帶動到佢嗰個愛心出嚟，咁就可以一路咁樣繁殖落去。我哋開第二間就要喺度調翻一個個嗰邊教嗰個聾啞嘅，咁樣一路咁樣嘅更新人士教翻啲更新人士嘅咁。每一間都要招收嗰啲人員喺度。咁喺呢段時間，我要培養好多我哋核心同埋常務嘅義工，要有愛心啊，咁先至得嘅要。咁你要培養佢哋一路接管每一個活動，佢一路將我哋嘅概念一路咁新國相傳落去，咁就伸延到其他區，咁將我哋個理念。在香港裏面遍地開花，就令到再將我哋個信念帶動俾全世界，都可以令到佢哋有心人士參與，去幫到嗰邊嘅基層啦。咁比如一間公司，佢年年都要立3000萬俾政府嘅，咁喺嗰度攞200過嚟，我哋開一間，佢咪嗰度俾少200嘅啫嘛。咁又可以用佢哋個名義去贊助依間慈善飯堂，可以做到慈善嘅工作。咁又可以俾佢哋揾個名義公司嚟監察我哋所做嘅嘢係值唔值得，佢要回報翻俾個老細嘅話。咁其實就係一路都唔得唔擋嘅佢哋。咁我就可以號召到個財團嘅力量出嚟啦。咁你俾一個起動我哋之後，我哋就一路用翻市民嘅力量繼續我哋個活動嘅派發，去幫有需要嘅人。你好開心噶，唔辛苦噶，係比以前辛苦少少，但係就覺得好似多咗運動咁咯，咁就會做得開心啲啦嚇。以往每年都只可以休到年初一同年初二，不過今年咧，連呢兩日都冇埋啦，因為區內喺年初一至初三搞街坊嘉年華會，明哥就被要求喺嗰度擺檔，提供啲平價嘢食，等啲基層喺嗰度活動。咁我年初一、初二都冇得休嘅，以前就咁，但系我要好堅持，我每日都要有7至8個鐘頭瞓覺，呢個係最基礎嘅，因為咁先有精神做嘢嘅。我估計做到對住啲拐杖行得都會做咯，因為退居二線都好啦，都要捉住啲拐杖出嚟，要撐住佢哋。看看他們的活動有哪些漏洞，都可以提供意見給他們改良，慢慢讓他們接手，這樣可以一路第一天離開之後都會有人繼續到我們的活動。很特別的，我覺得你說他會是一個好生意人，完全不是一個生意人，願意在自己的袋子拿些錢出來派出來派啲飯出嚟，好難得嘅。其實喺香港就我諗90% 嘅人咁做，咁佢係其中一個，又係俾我見到佢親力親為去做呢件事。得閒就會落嚟，我就喺明哥身上面學到兩個字咯，堅持。好多嘢一開頭萬事起頭難，但係佢堅持唔放棄。除了金錢上和我們其他的義工去落手落腳去做，那個感受是不同的，他繼續做我們就繼續做，我們覺得不會有停止一天，除非說明哥說停止，他就比較親力親為，我們他都是做什麼都做，我們每個幫手都是什麼都做，我幫到人都開心咁樣咯，嗰啲自己有能力就成日都幫下啲人。細個係真係好窮，又受過好多人幫手啦。咁但係大個之後，目標就係希望揾翻多啲錢就得要買啲貨翻嚟，想平啲賣俾街坊，因為幫到啲街坊嘅，咁成日都賺唔到錢咯。咁就原來我個心係軟，就唔可以賺大錢嗰啲人嚟嘅。因為唔啱我做嘅，反而做咗呢啲之後，先至原來我個心嘅時候想幫人，做幫人嘅嘢咪啱啦。
可以發揮到我的最大功能出嚟啦。所以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多，就係咁嘅原因啦。咁原來個心係要放喺事前嘅肥料裏邊先可以開花結果嘅，因為你其他肥料就唔啱我用嘅。